a ship, love can be a stone, a stone, a stone. Love can be a sail, a sail, a sail, taking me to shore, to shore, to shore. Love can be a dream, a dream, a dream. Love can be a game, a game, a game. Love can keep you real, so real, so real. We're driving you insane. It's my creation. 是香的，好香哦！因为我这间厕所啊，就是接近机头的位置啊，这边就是机场室了，所以它的空间啊比较小一点，这边有点陷下来。这边很特别，它利用这个空间啊，做了一个帮小朋友换尿布的，而且这个质感很好，它是比较滑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设计，非常的用心，把它放起来，我应该不会再生第三个。然后马桶就是这样子，这个空间没有特别大。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哦，这个是防水，这个是呕吐袋啦，还蛮用心的呢。这边有护手霜、香气喷雾，还有脸部喷雾，蛮多种的。然后这边有个垃圾桶，冷水、热水，这应该是洗手乳。整体的空间就是这样，没有非常的大。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现在飞机还要设置这种什么吸烟的地方。跟着我一起来上厕所。这边这个设计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在侧边呢、啊、有多一个耳朵，可以打开第一层，打开第二层。见你啦，这个穿的，这个你上厕所一定要换这个拖鞋啊。不是你，是我。Cause it's my lazy day, just wanna lazy away. Ain't gonna do a thing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You can try to seduce me. 我一直觉得啊，飞香港啊，又有餐点的服务啊，对空服员是一大挑战，因为时间很短，才一个半小时哎，天哪，要送餐收餐真的很辛苦。我记得我要的是海尼根啊，他给我的这杯是什么啊？我喝一下看看。甜甜的，有点像香槟。这边有水果，又是奇异果，对奇异果过敏，所以这看起来是干贝。我喜欢这个开胃菜，看起来好棒哦。等一下吃看看这个味道怎么。主餐的部分呢，就是牛腩，这个牛腩看起来炖的还蛮够的。然后这边还有两片蛋，哎，我觉得这餐很棒哎，因为淀粉很少，大家也知道我淀粉吃很少，虽然最近有点体重失控。好，谢谢。谢谢，先喝啤酒。这个倒啤酒有点泡沫太多了。然后它的餐具啊，包装的质感很好。它外面还有一个封套，我把这个封套打开，这个封套是纸的哦，而且有点香精的那种感觉。这是里面附的餐具。好好吃哦。这是机长广播，欢迎搭乘长荣航空波音787梦幻客机首航航班。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香港天气是疏云，地面温度摄氏26度。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贵宾的搭乘，希望您对今天的梦幻旅程感到舒适及满意。不好意思，让你就在我们这边包邮，欢迎梅面包、黑橄榄面包或大蒜面包。不用面包，谢谢，谢谢，最近用餐愉快哦，谢谢。这个牛腩好好吃哦，当然没办法像在陆地上吃这样哦，不过它炖的已经非常的软嫩，唯一啦就是牛味有稍微偏重一点，不过它口感是非常好的。牛腩啊最怕就是那种咬不断，要不然就是真的烂到很烂，它这个程度啊就非常刚好，好吃。我来吃一下这个，这个不晓得是蛋还是什么，还是面包，跟我想不一样哎。这里面有颗粒，起司味很重，那个颗粒感觉是好像有点那种明太子的那种口感。这个蛋蛮让我意外的，它吃起来比看起来好吃，好特别哦。这个前菜我吃的干贝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干贝，这个干贝啊感觉是有稍微腌制一下的，就是一个好吃的干贝。今天新店蔡李美来对于美食的评论啊，其实真的不应该看我，
因为我很好养，我什么东西都觉得好吃。不过老实讲，以这么短程的飞机啊，能够提供这样的餐点啊，我真的我可以给这个餐点90分以上的水准。长荣餐点一向我都觉得真的还蛮满意的啦，真的觉得非常棒。把这个送给彼得爸好了。彼得爸，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这是我要带吗？这是你的。OK。真的吗？我觉得你走这个路线的，真的。小朋友带的吧？哎，这个很好用哎，不是这样子的啦，不是这样子，不是啦，它是这样子的，它是眼罩啦啊，它是眼罩，是睡觉用，对。没有，那是眼罩。哎，超可爱的，晚安啦。谢谢。哎，躺平一下。哎，他这次躺平跟以前很不一样，他这次整个重心降很低。哦，以前不能躺那么低吗？那不是可以躺平的，可是他的重心没那么低。你刚刚有没有试他躺平？离地板比较近。对，离地板比较近。哦，你觉得好吗？我觉得就各有各的好坏，就比较有安全感嘛。嗯。对啊，对啊，好，赞。这就送你了，送苏珊好了，送苏珊好了，很可爱耶，对。I know I let you down, I made the same mistake. I am the worrying kind, resting my life away.Be here, you know I really want you to stay. Later, when you then go, you will somehow still remain. Remember the time I told you the way.That I'd be lost without you and never find myself. Patience, let's do the numbers before we judge. Someday, all of this mess will only make us laugh. So find me out.坐起来就很舒适，那湿度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很棒，很舒服，就是有很明显的改变，不是心理作用，要强调，不是心理作用，真的啦，你看都已经整个脏脏的都没了，我不要，我要去美国了，你真的太过分了，你。彼得爸终于被我拉走了，对，我不要下飞机啊，拜拜，对，下飞机了，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哦，我自己觉得啦，其实我们只是喜欢飞行这种短程啊，其实票价并没有差很多。如果这个舱如果是经济舱多少钱？八九千也没有啦，没有啦，没有这么有这么便宜，最多六千。长龙哎，长龙有这么便宜吗？香港最多六千，所以多了1万块嘛。对，因为这是首航787的关系，所以这个商务舱应该也比较贵一点点。对，平常如果是长荣飞香港的商务舱，应该是11000可以搞定。对对，可是今天因为我们是坐787首航，所以要16000。你看哦，做一个噱头。其实11000你多了蛮多东西的，其实你整个空间啊、服务啊，还有各方面品质。可是因为是我们喜欢，我们的经济能力啊，还没有达到那种长程的也可以搭商务舱。那当然我们尽力咯，对啊，今天影片已经结束了，记得也要去观看彼得爸的影片，还有丹丹，对，好丹丹，然后我们明天见，拜拜。Set my world on fire. You're my